纵身跳过去，在自己的脚底下搭上我们的一个地狱岩，然后呢多余的方块直接进行个垫脚。他也非常清楚宝箱在哪个位置，直接对这个地方进行一个挖空，然后就可以打开我们的宝箱，拿到我们的下界残骸。收集热爱生活，大家好，我是孟轩，欢迎孟轩奇葩种子系列。那本身奇葩种子是给他带来我的世界最快获取下界残骸的种子。那这个下界残骸就是我们所谓的合金，现在合金可是要比钻石香太多了，因为合金它做出来的装备和武器可要比钻石更加的一个强大。不过合金也是相当稀有的，那本期的种子就是给大家来快速找到非常多的一个合金的一个种子啊。那如果你喜欢看更多奇葩好玩的种子的话呢，一定要记得点赞，点赞超过5000，我们就更新下期奇葩种子系列。好的，那这个种子有多么好玩之处呢？跟着我一起来听吧。好的，我们进入到整个种子地图当中以后呢，我们出生点将会在一个海岛村庄上面，出生位置也会在一个树的上方。我们转过身来就可以看到整个村庄有三个铁匠铺，然后种子我已经放到视频右上角，大家可以进行一个复制自己游玩就可以了。我们来到第一个铁匠铺，打开我们的一个宝箱来看一下，宝箱里面有非常多的装备，包括一身铁套，然后还有6个黑曜石。不过要去往地狱的话呢，需要10个黑曜石，所以我们还需要来看，反正我们的一个铁匠铺多，所以不用着急。我们再来看这边呢，反正有非常多的惊喜，比如我们这里就可以找到铁镐啊、钻石啊和一些铁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反正有3个铁匠铺，我们还要找一些黑曜石才能去我们的地狱。来看一下，哎，这里刚好，这里有5个黑曜石，刚好凑齐11个黑曜石，我们已经可以去往我们的地狱了。这里还有铁，我们拿上铁呢，就可以去制作我们的打火石。不过打火石还差碎石，我们可以来到海底下，这里有我们的一个什么呢？有我们的一个沙粒，沙粒打掉以后呢，就可以有几率获得碎石。有了碎石以后，我们就可以制作我们的打火石，直接前往我们的地狱。然后我们沿着铁匠铺这个边缘，直接可以用到10个黑曜石，刚好做出我们整个地狱传送门的一个门框。然后拿到我们的打火石，直接点燃地狱传送门，进入到我们的地狱当中。进入到地狱以后，我们直接往右拐，往右拐以后，我们可以看到绯红森林，沿着我们的绯红森林往里面走。走完绯红森林以后，你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一个堡垒遗迹。我们这里沿着我们的绯红森林往前走，因为绯红森林也没有那么的大，所以我们往里面走的话呢，也不需要走多久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堡垒遗迹了。我们反正是往里面走啊，走的话呢，生存的话一般走个大概几十秒就到了，飞行的话大概10几秒就到。大家看，我们前方就是我们的堡垒遗迹。来到堡垒遗迹后，堡垒遗迹有非常多的宝箱，我们可以直接从外围进入到堡垒遗迹以后，打开我们的宝箱，宝箱面就有我们想要的下界残骸。所以来说，找到堡垒遗迹是最快获得下界残骸的方法。好的，那为了让大家更加直观的看到我们整个种子有多么强大，多么快速的能拿到我们的下界核心，我给大家展示国外 YouTube 大佬 CKeep 的一个操作视频。他现在一样的是和我们之前操作一模一样，直接去搜刮3个铁匠铺的一个资源。他这边呢是拿到第一个拿到4个黑曜石，这边又拿到6个，直接获得10个黑曜石。因为每次种子进去他的一个资源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有点吃运气。然后一样的是直接潜入海底打我们这个沙粒啊，打到沙粒以后呢，就有可能得到碎石，可惜他运气不好，他如果第一次就直接获得我们的碎石，可能会更加快一点。看一下，因为我们这个获得碎石的几率是10%，所以非常吃运气。你要速通的话，不仅是操作熟练，还有就是你一定要一些天时地利人和。比如我们这个 CKeep 这个大佬啊，他现在就有点运气不好，打了这么久才获得碎石，因为他可以操作更快的。然后依然是和我们一样的，直接摆出我们的地狱传送门，然后就进行一个地狱，进入到地狱当中去了。如果 CKeep 的话，前面的打火石做得快一点的话，我觉得他2分钟以内没有任何问题。他这边进入到地狱以后呢，依然是往右拐，沿着我们这个绯红森林往前走。这里的话我说过了，如果是生存党往前走的话呢，是生存党需要几十秒走路才能前往我们一个堡垒遗迹。这边 CKeep 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竞速大佬，他往前面走呢也没有太多的一个坎坷，他也是沿着这个往上边走。我们刚刚飞行10几秒就到了，生存走路的话呢还是要稍微慢一些。这边可以注意到一个细节，他一路上都在打方块，因为待会去到堡垒遗迹还是需要垫上去的，而且这种途中啊也有地方，如果你垫个方块的话会走得更加的快。大家看他往前走的话呢，前方就是我们的一个堡垒遗迹，然后他刚刚路途上挖的13个地狱岩就可以直接派上用场。他直接纵身跳过去，在自己的脚底下搭上我们的一个地狱岩，然后呢多余的方块直接进行个垫脚。他也非常清楚宝箱在哪个位置，直接对这个地方进行一个挖空，然后就可以打开我们的宝箱，拿到我们的下界残骸。
这时候时间定格在1分59秒41，如果不是碎石那里运气不好的话，我觉得他能够更快。好的，那么本期的奇葩种子系列就给大家带这里了，如果你还想看更多好玩奇葩的种子，一定要记得点赞超过5000，我们就立马更新下期，那咱们就下期再见吧，拜拜。